欢迎收看这一集设计家政团。设计呢是一种结合人文思维跟工法材质的工艺品，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呢，设计师养成出来会以不同的逻辑跟思维来构思空间功能跟风格。今天的设计新势力单元，我们来看看具有建筑背景的设计师在他脑海当中建筑跟空间以及房屋是什么模样。哎呦，阿达，你在干嘛嘞？在训练逻辑思考啊！哎呦，思考非常好。告诉我，设计师是如何培育出来的呢？嗯，我想就是到处去看别人的房子，然后偷学起来。有一天我就一炮而红的。错了，设计师是专门的学问，好不好？他需要一个生活经验的累积，才可以把平常的一些想法又具体的东西把它画出来，或者是呈现出来。好比我们现在要来介绍的，就是具有建筑设计的一个背景的林正伟设计师啊，他具有结构性的宏观思维，以及散发自然人文气息的整体设计，将空间以及周遭的环境做一个完美的结合，让整体融合一个和谐的氛围。在台湾，室内设计师的养成背景多元，有建筑设计、室内设计、艺术美学及营建工程。东海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即前往美国宾州大学继续研习建筑，回台后由建筑设计者转向室内设计。林正伟在规划空间时，以建筑人特有的思维来思考空间，让动线、功能、外在形体都与结构本身紧密结合，并融合外在环境与内在空间，呈现一种自然人文的调性。位在台北市挑高4.2米的15坪小坪数住家，林正伟就以建筑的概念突破格局的限制，而要营造出超越坪数的空间感，光影的引入是重点。先聊聊看这个自然光源对你的感觉，以及你为什么设计要运用这么多的自然光源进来，好不好？我觉得这个自然光源在一个住家里面其实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其实你任何的人造光源它都没有办法有一个自然光源的一个变化，因为它会因为所有的气候啊、季节啊，你可能会有一些心情的一个转换。而且我在想，如果这边有夕阳啊，或者是一早的朝阳啊，你的墙壁的颜色也会跟着变化。对对对对，它就是可以反映着外面的气候跟外面的整个环境，然后感觉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状态。但其实在一个格局上跟一个自然光源这件事情的扣合也很重要，我们做了很多的天井，或者说我们做了很多的玻璃的一个穿透感，其实都是希望说光源它进来之后不只是单面的窗户，你有可能你是从后面的窗户的光线透进来，可是也让整个大空间是很明亮的。设计师在天井周遭大玩开窗穿透游戏，自然光线从最外面层层穿透到房屋中心，有别于一般居家只有面对户外的那面空间得以享受自然光线，这间屋子上下内外都接受自然光线的沐浴。光线穿透的关键之处其实是这座位于中央的楼梯天井，楼梯不仅肩负光线穿透的重责大任，还身兼动线的核心，屋内上下或平面的动线都以这座楼梯为中心。其实我们这个楼梯对这个空间它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动线就是把这整个楼梯移到整个空间的中间，是，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楼梯其实是整个空间的灵魂所在。那其实一般很消极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在一个空间的一个角落，然后把它藏起来，它可能只有一面面对空间本身，楼梯去串联上下空间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做很多的变化跟很多的趣味性。就像这个空间我们一开始就很希望说它有一个大的一个天井，然后让空间感因为这个天井它可以互相对望跟穿透的一个感觉。建筑出身的林正伟让光线的流通、室内的动线、视线、功能等等都围绕着这座楼梯天井。楼梯不只是连接上下动线的桥梁，它可以不占空间甚至释放空间，它可以不碍眼不阴暗甚至带来光线，它可以不被安置在角落，甚至摆在房屋正中间，兼任大门玄关。在建筑逻辑的思维下，楼梯可以千变万化，充满机能。
所以你每一个空间，这三个上面的空间，它其实都围绕着这个天井，让它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开拓的感觉。我们在这里开了一个像这样子的窗户，所以让这个主卧室的比例，它可以有一个视觉的延伸感，而且你也不会觉得说头会这么的压迫，因为你的视线开始往外看。对，那这个这样子的窗户，其实它可以让这个整个从一个动线，从一个厨房，然后到一个浴室，然后到一个书房，它整个视线都是一个连贯的，都是有一个视线都可以有一个互相穿透跟一个对望的一个感觉。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窗户跟厕所的那个局部的那个长窗，它们其实就呈现了一个互相可以有一个互动、一个对望的一个视觉的一个感官，这样。主卧与浴室的开窗，使二楼每个空间的视线都透过位于中心的楼梯天井遥遥相望。狭长或宽正等不同形状的窗，使得相互凝望的视角充满美术馆般的情趣，也让光线与视线得以在四面八方间流动、穿透、畅通无阻。我非常喜欢像这样老台北里面有一些旧建筑的一些空间里面，像在这个松山烟厂的这个空间里面，它其实蕴含着一些旧的一些空间的记忆，像是那种烟厂的记忆跟那种工业时期的那种大面的开窗，可是那个开窗它是用小的木格去所组构的一个窗户的一个形态，然后还有一些混凝土的一些建筑的一个感觉，所以你会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些老房子，它其实蕴含着很多空间的记忆跟时间的回忆在里面。因为我整个设计的一个养成，其实都是一个建筑背景的一个学习，所以当这样子的思维其实影响我很多，当我在怎么样看空间，当我怎么样在看一个材料，在行进一个就是一个都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学习了之后，我开始看事情的角度开始会转变。其实我想每一个空间的时候，因为建筑的背景，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说是先有一个比较策略性的一个角度来切入。房屋里的各种机能该如何整合在结构与动线里呢？在建筑思维中，机能与形体是相辅相成的。楼梯天井不仅带来空间感，生活动线也围绕着这座位于中央的楼梯。您也许不会想到的是，楼梯也能够汇整各种生活机能，去除掉琐碎个别的设计，林政委将机能整合在建筑结构里。其实我们的设计，我们都希望说把这个设计本身变成是一个减法的设计，不要让很多的事情它看起来非常繁复，所以当我们在创造一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把所有的线条整合成是一个比较大气跟一个比较利落的一个呈现。像是在这个空间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一个楼梯它其实结合了很多的机能，那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整合在这个比例的分割上面。楼梯不仅是楼梯，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收纳功能，好比我们先看到的，它是一个玄关耶，玄关的下面就有很多的柜子哦，当然首先要鞋柜，看拖鞋。那一般的外出鞋呢，要能够拉出来才方便取用啊。鞋柜之后，后面逆时针走一圈，那就是他们的橱柜。我们看到的是厨房的空间，看到没有？楼梯跟厨房的中间的位置，它运用了，也就是电器收纳的部分，电器柜。往下打开，哎，抹布啊、锅碗瓢盆啊，都可以放这边。在整个面对正门口的楼梯的后方，也就是我们刚才逆时针绕了一圈，来到了主机柜的部分。我们看到是格栅式的设计，因为啊，音响啊、网络啊、电脑啊、主机都可以放在里面。关起来，上面也有各式各样的收纳是往上开启的。最后，就来看看我们最后一个面向，也就是它的陈列柜，在上面啊，奖杯啊、洋酒啊，或是未来的音响啊，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很会运用，对不对？哎，是
衣柜耶，可以挂衣服的，到底用了多少自然的材质在这个房子里？它常常会有一个河流里面的那种波光粼粼的一个效果，淋浴间它也有一个光线进来，从下面进来，